替女星报，范冰冰色诱导演，赵薇攻大马。北京讯，范冰冰人红是非多，摔倒名不经传的中国女星邵小山在微博瞎爆，当住我的面，一会儿趴冯小刚腿上，一会儿趴趴在王中磊胸上，要不是你介绍我不会认识冯小刚王中磊，拍夜宴了我一生。但邵小山随即于今早9时46分在微博澄清自己昨晚喝多了，表示再次向伤害到的明星们粉丝们致歉。曾在冯小刚电影《夜宴》担任章子怡裸体替身的邵小山，昨天突然在微博狂爆猛料，先爆说范冰冰当住我的面，一会儿趴冯小刚腿上，一会儿趴趴在王中磊胸上，接住又爆说赵薇给过我大马，我没抽，在老三里屯88号。他随后把这些爆料文删除，却 PO 出与范冰冰昔日合照，还痛诉冰冰，要不是你介绍我不会认识冯小刚王中磊，拍夜宴了我一生。若你还记得我深夜去你家，你让我教你垫金刚经，你就多垫点金刚经宵夜吧。往事如浮云。愿你和李晨早生贵子。对于邵小山的指控，范冰冰工作室也在第一时间发出严正声明，表示邵小山恶意捏造并公然散播一系列与范冰冰有关的不实信息，且这些不实信息在发布不久随即被删撤，一味蓄意炒作，而工作室也委托律师事务所全权处理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邵小山则于今早在微博发声明，本人向昨日微博删除内容上的几位致歉。实在是喝多了，请大家不要再转发发表，我已第一时间删除了，再次向伤害到的明星们粉丝们致歉，都不容易，请相互体谅，对不起了。文综合报道。邵小山痛诉范冰冰他一生。邵小山今早在微博发道歉声明。范冰冰工作室严正声明，指邵小山恶意造谣。